段距离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而且他在水面上一直换气，换了很多次，他还在想说他到底要不要下去。他好像自己也说，哎、欸，好像人在旁边还不错。笑着的分开，我觉得那再回忆起来，也许是更不一样的。这我还在想哭了。然后两个的画面好好看。活的鱼感觉好像会把我吃掉，你不会这样觉得吗？我不会，我真的对啊，他很怕鱼，他真的很怕。你们好在恋爱，我去旁边。那个灯泡，我变成又没有装节目。海龟有看到吗？真的假的？然后去追海龟。海龟，海龟。我找到一个黄色的海龟。在哪里？这里。少宗呢？我怎么没看到少宗？没听到。他还活着吗？少宗在后面那里。少宗，你还在吗？少宗看到了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大家都看到了？你人品没有很好，我加油。好，我继续找。奇怪啊，小心。教练是不是刚刚真的很近？大概十公分的距离。看影片都知道，他们加油啊！那你可以先抓鱼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到。不要气，我是人跟你换。很厉害。有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而且他在水面上一直换气，换了很多次，他还在想说他到底要不要下去。他好像自己也说，哎、欸，好像人在旁边还不错。好好玩，真的好好玩哦。有这样说好兴奋哦。对，而且下去感觉世界静止。对，就是静止的感觉，然后就共游，好棒啊！共游了吗？好开心哦，有超近的，超近。这海龟就是这么近的，我都很怕它碰到我。我说，哎、欸，你不要碰我，如果，哎、欸，不行。我会本来说会不会小琉球没有什么专业教练，就发现不管我们家Deep Soul 楼下就有那个专业的人鱼教练，而且我们看到那个教练他之前有得过很多国际的比赛，我觉得原来小琉球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地方。很累。累得跟海龟一样，没有啦。我觉得就是从不同的工作去体验，不同的人生吧。我觉得也是平常不会做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才知道，其实要经营一家好的民宿，有温度的民宿，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样的简单。你不管是从你房间的打扫，你到甚至有的是有餐厅的菜色，真的需要花苦心下去的。欢迎光临系列是我们真的在这个地方停留。我们真的花了一些的时间在这个民宿、这个小镇跟这个区域，不单单只是跟民宿老板的互动，还是跟整个城镇的商家或者是旁边餐厅的老板的那种互动，是你会觉得你交了好多朋友，感觉自己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好像又多了一个家的感觉。讲完了，等一下看要等我哭是不是？我哭不出来啊！我们要哭。笑着的分开，我觉得那再回忆起来，也许是更不一样的。这我还在想哭了。